来人，来！给我拿下！是。张金府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哦，你既然敢来盗我的势力相图，不用说了，一定是龙泉关于宗派来的。畜辈！我们父女既然被困，有本事就问条，废话少说。 哼，好狂的口气啊！上！来，快！张金府，看你相貌不凡，不像是个平凡之辈，怎么长途所为，连个性命都不敢报出来？哼，算是我凉风看走眼了。别上他的当。 真姓名告诉你们这种鼠辈，岂不污了我徐文雄一世的英名？嗯，哎，大王，他就是徐家堡的堡主徐文雄啊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来盗我的实力相图？原来是徐文雄。嗯，哦，不用说了。 那个小妞一定是你的义女李雪琼了。既然知道本姑娘的大名，还不跪下来受死？放肆！二大王，徐家堡都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千万不能放过他。嗯，徐文雄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你是山西义军之首，我今天把你除掉。 看谁还来跟我作对！上！二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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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夫人是我，那些兽精他们不知怎么跑到前院来了，而且这粮仓也着火了呀！啊！我这……跑呀！跑呀！跑呀！人都跑来，跑什么？二大王，二大王，那四个马贩子拖了马匹，逃出王府了！啊！快追呀！是是是。 徐文雄，你是跑不了的。大王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好，我喝。 禀大王，马上回囚禁。好，叫他进来。是。马上回拜见大王。哦，先来。是。马上回，你到五乡来干什么？哦，那么先下去。是。大王，大事不好了！出了什么事情？徐家堡堡主许维雄。 搬着马贩子混进了黎城，把这份实力强图表给偷走了。这个人真是太糊涂了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会让人偷走了呢？糟了！看来王琦这条命要活活的断送在二大王的手里。大王，现在也不是理路的时候了。我家二大王已经命人飞马赶到武乡、射雨、辽县。 寿阳传达消息去了，让他们赶快派人沿途逮捕许维雄一等人，一定要把那份强图给夺回来。夺回来啊！你说的倒容易，许维雄是好对付的。再说，凉风闯的祸，凭什么要劳动我们大伙？大夫，这个事是关系大家伙的生命，那份强图要是给许维雄带到龙泉关，献给了余忠。 咱们大家伙都受不了，活不了啊！啊！徐雄的义军，个个身手不凡，跟生龙活虎似的。我这些手下都是土匪出身，哪会是徐雄的对手？这样，这你别担心。射雨的周莽，辽县的李成。
还有白平、杨坤，他们只要接到我家二代王的信呐，为了保全自己，人人都会出兵的。去买东西，去了一个时辰了还没有回来，会不会出事儿？二哥，你也用不着担心了。柳江那个孩子，你别看他平时啊不言不语，其实啊他是很机灵，绝不会出岔子的。这一点我当然是放心了，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带他出来。不过这一次危险性太大，梁峰的贼兵到处在追捕我们，可以说是处处受敌，步步是陷阱，不由得我不担心呢。梁峰这个人呢，他还倒是蛮有脑子的，他竟然能对我们起了戒心，幸好这些个刘鬼子头子早已经起了内乱，他们呢，互相猜忌，他们把我们当成洋化派来的奸细，只顾了怕死啊，就忘了那份实力相图了。不然的话，大哥，我还真不容易到手哦。是。义父，三叔，大师兄回来了。好。师叔、师妹，来吃大饼啊！嗯，好。大师兄，你怎么劝了那老半天嘛，害得大伙儿替你担心呢？哎呀，这附近啊，就那么几户人家。自从来了刘匪之后，每家都吃不饱穿不暖的，根本买不到东西。后来我一直跑到山脚底下，找了好几户人家，才分别的买了这么几个饼子。买不到吃的就算了，以后要注意，一个人不能走太远了。是啊，师傅。哎，师妹，刚刚我去买大饼的时候，在路上碰到一个过路人，蛮年轻的。他跟我说认识我，还说让我带信儿向你问候。是什么？我怕您担心，急着赶回来。他走远了，我也没来及追上去问他。大师兄，他长得像什么样的？像读书人。哎，蛮体面的，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。你怎么认识他？在凌晨客栈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在咱们客房外面墙上画马，后来看到我，竟然一口叫出我名字，还要我对他的画批评指教呢。学兄，那你怎么就知道他是泽州的三公子呢？因为那个叫什么马上飞的刘匪头目正好来查夜，一看到墙上那一幅画，竟然就说，为了怕惊动三公子，破裂不查了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那匹马旁边插了一只风筝镖。那是他，没错，风筝镖就是他的信物。这个三公子到底是何等人？这个三公子是刘伟峰高征的手下，这个人武艺高强，心狠手辣，不过见他的人不多呀。这山西境内这个刘匪，所以听信于高僧，
就是因为这三公子的武艺高强。义父，我看他年纪蛮轻的嘛，就凭他那武艺再高，也高不过您跟三叔啊。嗯，哼哼，这也很难说哟。我就不相信，看他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他武艺再高也高不过您跟三叔。下次我要是再遇见他，我非要跟他较量较量不可。哎，雪球，雪球啊，哎，你怎么也跟你师弟玉飞学起来了？啊，自大，轻敌，那是我们学武的人莫大的忌讳。等你栽了跟头，你就后悔来不及了。哎，三叔，你平常讲的那些老掉牙的话，训练师弟那些话，我都听熟了。这孩子，这孩子，你不能拿你三叔的金玉良缘当笑话。你记住，以后在任何地方碰见这个三公子，你尽量躲避。我想这三公子既然跟踪我，嗯，一定知道我们的底细。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最容易被他们知道。嗯，我看，我想是。哎，大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你尽管说呀。把门关上。啊。我就这样。把这张实力相图，嗯，撕成两半。你拿一半，我拿一半。我走水路，你走山路。我们分头赶往龙泉关。嗯嗯，这样呢，可以分散敌人呢对我们的注意力。好，大哥，这主意好。义父，那我跟大师兄呢？你们两个人明天一大早回徐家堡。义父，师父，我知道你们俩不愿意，可是现在的情形不同。一来，这个十里祥土我们已经得到手。送往龙泉关，人多了反而碍事。现在我跟你师叔两个人分头去往龙泉关，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。义父，我跟大师兄的本事绝不会比那个三公子差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啊，吃完东西早点休息，明天一大早回徐家堡。可是。那么重要的东西，就藏这个破酒葫芦里，嘿嘿，绝不会有问题了。哈哈哈。
雪琼，雪琼。三弟，雪琼不见了。啊，大哥，是什么事儿？雪琼不见了。雪琼啊，哎，是我去找他去。哎，好，好，甭找了，甭找了，甭找了。大哥，我看雪琼那丫头一定是怕你叫她回徐家堡，她呢就带着那个半张实力降图啊，一个人到龙泉关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我的酒壶不见了嘛。您说师妹她把那个藏着半张十里香图的酒壶都带走了？哎呀，不是她，还有谁？这还连我的话都不听。好了，大哥，你也甭急了，这年轻人嘛，总是好胜心强啊。我看雪琼啊，对那个三公子啊，打心眼里就不服气。据我看呢，他是要想跟那个三公子别别苗头啊。这也太任性，不知好歹。万一有个差错，我怎么对得起他娘？再说这十里降图事关重大呀。大哥，别急，别急了。我想雪琼一定知道是你是要走水路，那他呢就走太行山了。我看这样好了，你呢就带着柳强过青漳河，我走旱路去追雪琼，我们大伙在龙泉关见了。哎呀，三弟，这个事情很重要啊。大哥，你放心好了，那雪琼的安危包在我的身上吗？还有那半张十里降图，要是有遗失或者是有损坏，你只管问我好了。好吧，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。什么？你说徐文雄他们那一伙人分成两路逃走？不错，而且那张降图也被撕成了两半，一半在徐威雄的身上，另外一半在狄雪琼的身上。哦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哼哼，我的眼线散布各处，包括你们黎城。哦，哼哼，我徐豹从陕西东北揭竿而起，打家劫舍，完全是靠我自己的真功夫，绝不像梁峰。哎，徐豹，不许你批评我们家二大王。什么二大王？是谁封他的二大王？在我眼睛里压根就没有他这个二大王。你，我爸，你别给我发狠，你可要回去告诉梁峰，我答应派人接回降图。不过我话要先说明白，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危，绝不是听凭他的指使。徐豹，你怪不得那些义军常说我们是土匪，是流寇，是一群乌合之众。骂得好，骂得痛快啊！其实你骂的也并不错。想当初咱们在夜里脱黑了脸打家劫舍，那不是土匪是什么？不过要想做个土匪头，可是要靠自己的真功夫。梁峰不但比不上色州的高征，就比我徐豹，哼，他还差了好大一截。你，咱们闲话少说，走水路的徐威雄交给你们，走山路的狄雪琼，只要他敢踏上了射鱼线，保管他插翅难飞。
是不是外面有人叫门呐？爷爷，这么晚了，还会有谁来呀？会不会又是那些土匪来了？哎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呢躲不过。真要是那些牛匪来了，这关着门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姑娘，你身上都淋湿了，赶快请进来坐吧。姑娘，您是？啊，我是过路的，天黑了，雨又下个不停，附近又没有客栈，我想在府上打搅一晚上，不知道方不方便。怎么会不方便呢？这赶路的人呐，哎，找不着住的地方，哎，那是常有的事儿。哎，你只管住下。哎，谢谢。姑娘，你全身都湿透了，要不要先换上我的衣服？这不用了。谢谢，那我去给你生盆火来取取暖。哎，谢谢。姑娘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姑娘，请喝杯茶。好，去去寒意，小心着凉了。谢谢。这屋里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，还没什么人。将军，小老儿姓程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叫玉姑。我们父女俩啊，相依为命，没有什么别的亲人了。废话，谁问你这些？是，我问你，除了你们父女之外，有没有陌生人来过？我们这儿从来没有陌生人来过。哦。我曾经派人挨家挨户的告诉你，发现一个叫狄雪琼的年轻女人，立刻给我通风报信。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是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问你，刚才进来的人是谁？啊，刚才，没什么人进来呀。你还不肯实说？你们自己看。外面下了大雨。这些脚印是他刚才人留下的，说是谁？有人看见狄雪琼到你们村子里来，如果你们敢藏匿他，我就要你们的命。走，散。等等，将军。徐大王命我们村子里的人三天之内要交出100匹布，这些都是我连夜织成的布，要献给徐大王，你们可不能动他。姑娘，不要怕，我就是徐豹徐大王。抓奸细要紧，几匹布算得了什么？你说是不是？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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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想不到三公子会在这儿，此人武艺高强，冷面无情，而且又是高征的心腹，我犯不着惹他。你们明人。好，既然有三公子在这儿，狄雪琼真的来了，有三公子应付他。走，是，我们到别处去搜。是是。
想不到那个叫三公子的，竟然会跟踪我到这儿来。老尚，这封征标打哪儿来的？这我们也没看见。哦。不管这只镖是从哪儿打来的，反正呢，这只朱风筝呢，它的主人呢是救了咱们。哎，您说是不是，狄姑娘？老尚，你怎么知道我姓狄？把你一进门，我和爹就认出你是狄雪琼了。狄姑娘，请坐，请坐。狄姑娘，您不用怕，我们呢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。刘匪作乱，残害我们，欺压我们。过去我们这个村子里是家家户户安居乐业，人人是丰衣足食。如今呢，人人是吃也吃不饱，睡不暖。你敢跟刘匪作对呀？嗨，那等于是替我们大伙儿出了一口气呀！嗨，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。狄姑娘，我们敬佩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向刘匪告发你呢？谢谢你们。哪里哪里。啊，夜渐深了，我们也该睡了。不过，我们这儿只有一间客房，已经呢借给一位公子住下。狄姑娘，我看这样好了啊，您就委屈点，跟我们玉姑啊住在一个房间里。老尚，你是说？有一位公子住在客房。是啊，天还没黑的时候他就来了。爹，那位公子不在客房里耶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他来的时候说啊，他身体不太舒服，大概找大夫去了。哦，奇怪。我一直在这织布，他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怎么会没看见呢？爹和三叔未免把那个三公子估量得过高了，照我看来也不过是个藏头露尾徒有虚名的鼠辈。昨个晚上，谢谢两位救我。妈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还用谢什么？狄姑娘，刘匪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村子里的年轻人呢，统统去投效了军旅，离开了家，只留下我们这些老弱妇女啊，在等待着他们灭了刘匪，好回来救我。狄姑娘，我们虽然没有力量来杀这些刘匪。可是呢，我们绝不放过任何一次，跟他们作对的机会。是，狄姑娘，我虽然不知道刘匪为什么要抓你，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你一定负有很重要的责任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身负的任务，跟剿灭刘匪有很重大的关系。那就是了，那还用谢什么？我们救你，就等于是救国家、救自己，还用谢什么？啊，狄姑娘，我看见这外面的雾气还没散，你趁着现在呀，赶紧上路好。啊，好的，狄姑娘，我把家里仅有的一升米，连夜蒸了些糕，你就放在路上吃吧。啊，这我不能收，我不能收。哎，这为什么不能收啊？啊，你身负重任呢，万一是饿病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哎，赶快把这些糕饼呢给收起来啊。你万一是在路上，买个东西吃的，也好充充饥呀。老张，玉姑，这叫我怎么说才好呢？这个大恩，容我以后再报。哎，说哪里话，赶紧上路吧啊！我珍重。
原来是你啊，李姑娘，这真是太好了！这一路上，那我可以跟你在一起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刚还一直担心害怕呢。害怕？啊，你还会害怕？是啊，李姑娘，你看看，这到处都是刘匪，万一我被他们给抓去，你说那可怎么办呢？ 狄姑娘，看您这身打扮，您准备上哪儿去啊？明知故问，讨厌。讨厌？哎，狄姑娘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个人最自爱了，我绝对不会引人讨厌的。大概是你对我有什么误会吧？哎，其实狄姑娘，刚才我问你要上哪儿去，并没有其他的恶意，我是说我要到龙泉关去访友去。 实在不瞒你说，我根本就没有习过武，也不会武艺，所以我想请问姑娘，您准备上哪儿去？如果说是顺道的话呢，我想跟你结伴而行，不知道姑娘您答应不答应？看你装模作样，难道几时？嘿，你怎么不躲开呢你？我这一掌下去，不是死就是会受伤的。躲开啊！ 狄姑娘，你好快，我怎么躲呀？你真的不会武艺？不会啊。哼，人人惧怕的泽州三公子，居然不会武艺，真叫人难以相信。三公子，嘿嘿，狄姑娘，三公子到底是谁啊？少装糊涂。 你的信物风筝标已经落在我的手里，你还不承认，自己看。这，狄姑娘，您大概认错人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从来都没见过，这怎么会是我的信物呢？哦，那在离城客栈，你曾在墙上画了一匹马，又留了一只风筝标，难道你也忘了？ 这……啊啊啊！对对对，我想起来，我是在那墙上画过一匹马啊，可是我没放过这个东西啊。这么说，昨个夜里，在陈老丈借宿的时候，那个公子不是你了？借宿？没有啊，当然不是我了。狄姑娘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晚上就在那儿那个山神庙过的夜呀。 看他的神情，莫非他真不是三公子？果真如此，事情未免太巧了吧？如果他是三公子，目的必然是为了那半张祥图，我怎么能答应跟他结伴而行呢？如果他不是三公子，那么就是书呆子，这种人跟我同行，反而会误了我的大事。 哎，狄姑娘，这狄姑娘，我跟你没冤没仇的，您干嘛要拔这个剑杀我呢？我才没有功夫杀你呢，我是警告你别再跟着我，否则我可不留情了。好厉害，好凶的丫头哟！ 端端的一方砚台，居然给摔裂了。嗯，既有裂纹，视同废物，不如弃之弃之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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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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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雪琼这个孩子脚程还真快，我追了一天一夜，竟然连影子也没追上。雪宝，雪宝，给我打四两酒。老爷子，您是找错人了，我不是这酒保，这里也不会卖酒了。哎，刘匪一闹，这村子里的人全跑光了，能剩下来的大概就是那几条老黄狗了。啊，那你不是人呢？我不是人啊？我当然是人了，只是我不是这个村子里头的人呐。哦，那你坐这儿干什么？谁愿意坐这儿？我实在是饿得走不动了。哦，哎呀，这挨饿的滋味可是真不好受啊。真难受。哎，好好好好，我这有点干粮啊，来吧，你吃了吧。谢谢你老人家，谢谢你老人家。哎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老是救我一命，可我东西是，我也没地方去，不跟您我跟谁呀？哎，那你这年轻轻的，只要没有刘匪的地方，你上哪儿去不行啊？我可有事儿，你别缠着我啊！哎哎哎，老爷子，我实在是很感激您，我这小六子，这您看着我还顺眼吧？啊，是是是，还顺眼。那您就收我做个跟班的吧。啊，这我老人家从来不收这个跟班的。哎，老爷子，这不管你答应也好，不答应也好，我跟着你了。对。哎，对。嗯，小六子。嗯，我这一辈子跟班的倒是不想收，我倒想收个徒弟。哎，好。我当徒弟也可以啊。嗯嗯，那我可得考考你啊。那可以啊。你我在前面跑，你就在后边追。追，只要你能够追得上我，我就收你做徒弟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嘿，好好好，那我可要跑了。跑。你可跟着我紧点，要是跑丢了，我可就不管了。没关系，我哥哥不管。我好了。哎，老爷子，您等等我。哎，老爷子，老爷子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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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海兰三公子是想追上雪琼，夺回那半张十里降图。看这个人绝不会是三公子，准是刚才说话的那个伙计。今天我倒要看看那位三公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三头六臂的人。小六子说，这个村子里边早就没有人了，那么这个吹箫的书生想必就是三公子，大概错不了。看这个人相貌不坏，人品出众，如果他真是三公子，未免太可惜了。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甘心为虎作伥呢？还要追赶雪琼，正好跟我同路，我何不找个机会劝劝他，也许能劝他改邪归正，弃暗投明。什么人啊？哎，是我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叫欧阳居。
公子贵姓？西门飘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是西门公子的。哎哎，西门公子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咱们一道走行不行啊？哎呀呀，西门公子啊，我要到这个龙泉关去探亲。哎哎，西门公子，您要上哪儿去啊？鬼门关啊！鬼门关，好小子，你拿我欧阳居开玩笑？你这小子要是不改邪归正的话，我欧阳居就叫你上鬼门关。国家救百姓，而在危险苦难中奋斗，他们能够逃得过刘匪沿途的追杀吗？神秘的三公子究竟是林飞鸿呢，还是西门飘？他的出现目的何在呢？请继续收看《侠骨丹心续集》。